来吧，剪开来。咦，好重啊！我去。什么？你敢相信吗？奥特曼卡片4块钱就能买30包，没错，整整30包。What？ 你在开玩笑吧？本大爷才不信呢。我怎么可能骗人呢？你看，我都买来了。你们自己看，30包，整整30包呀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卡游品牌，是其他品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卡游4块钱能买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。首先，卡游4块钱能买4包经典，豪华2元1包能买2包，这个传奇5块1包。荣耀10块1包，那些 CP 啊、星辰啊20一包，黄金版30一包我就不说了，我们就来对比这些吧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卡游的4包经典，里面能做什么卡片？来，拆开来，都是一些奥特曼跟怪兽，但是没有什么好卡，一些 SR 最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包，来看看这一包，看看有没有好卡，也是没有好卡。那还有两包的1元包，我们看看。哎，又是没有好卡，是个奥特曼。继续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经典能出什么好卡？也是没有好卡。那我们对比一下2元包吧，看看2元包能出什么好卡。来，哎，来了。首先是一张 UR 梦比优斯凤凰勇气形态，看来运气还可以啊，一张 UR。继续下一包，来，哎，没有了，4块钱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吧，5块钱能出什么呢？来，哎，5块钱出了个寂寞，没有，那就10块钱了。这个是10元1包，我这边是30包，只要4块钱。那我把它给剪开来吧，这样子5块钱跟5块钱了，对不对？你真聪明。来吧，剪开来。哎，好重啊！我去，呀，我太硬了吧，这个太硬了。哎呀，剪开来。哎呀。呀，好，剪开来了。那么这一边就是5块钱了，我们看看这边的5块钱能出什么好卡。来，首先是什么？哎，首先是张 HR 德凯奥特曼。然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卡。哎呀，一张 EOG 泽塔奥特曼。那好了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4块钱30包的能出什么卡呢？来，我们就先拆2包吧，因为这里面的卡估计是重复的，差不多的。来看看这个是什么，一张 TR 卡泽塔奥特曼， TGR 卡捷德奥特曼。哇，签名卡耶，欧布疾风形态。这边是 SSR 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又是签名卡德凯奥特曼原始形态。哇塞，你们看，还有 OR 卡耶，罗索奥特曼，又是签名卡，好多签名卡耶，都是好卡。来吧，虽然这里面的做工没有卡游的精细，不过我们喜欢的是奥特曼呀，对不对？泰迦奥特曼御坤形态，然后是皮卡，居然还有皮卡耶，泽塔奥特曼 ，TGR 卡，又是 TGR 卡，哎，这一张好帅气啊！这是欧布奥特曼吧？雷欧赛罗铁拳，还有这样子的呀，都没见过。哎，泽塔奥特曼，你们看可以吧？然后是 TGR 卡，这边又是张 USR 卡。兄弟们，你们说4块钱是买卡游的划算呢，还是说买4块钱30包的划算呢？